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丹飞来了，我是丹飞，欢迎来到《仙境传说》，守护永恒的爱。这一期呢，我们来抽一下最新的幻想制造器焰时装，好不好？这个扭蛋机呢，这一期的话是虎啸新春，那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虎虎生风，虎力全开，赚大钱。它的期限是1月16号到2月14号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在这个时间赶快把它抽取起来。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，像这些头饰啊，哦，这是时装，那有不同的颜色，有四个颜色。好，那还有头饰。头饰以外还有可爱的老虎帽，哎，这真的蛮可爱的老虎帽，好可爱哦。这个是猛虎符卷背部的，哦，两只小老虎，哎，这个也蛮可爱的。下一个是胖虎的美梦，好，它就飞在旁边，哦，其实蛮可爱的，趴在一个带骨的肉上面。好，那下一个是招财包子，哦，非常小巧。一个包子咬钱就招财，然后就用包子做代表，这样好吧？那下一个是二虎围脖，哦，这个也蛮好看的，哎呦会眨眼哎，那用这来当围脖有点，还好它蛮可爱的，不然蛮吓人的。下一个是背部，哦，非常大的蝴蝶结一样，后面老虎咬肉，哇，就是一直都有肉吃，然后旁边再飘着两个包子，我觉得这一集企划很大概率的很爱吃包子。那因为很多观众留言给我说，他想要看我抽这一期的焰转蛋，想要疗愈他们。那我现在就来抽给大家看，准备了300张，可以抽10抽。好，那我们第一抽。好，正常发挥，祈祷晶片礼盒。第二抽。好，卡片残页，正常发挥，该来喽。第三抽。哦，莫拉硬币礼盒非常烂，再抽第四抽。哦，你看是不是中了？就我说很可爱，在背部那两个，帮我包包。哦，旁边这有两个复制人在抽，哎。好，第几抽了？第五抽了，是不是？第五抽。哦，卡片产业，第六抽。哦，玻璃王的恩惠绿。好，第七抽。哦，二虎围脖有没有？中了中了，我觉得这一期啊不太垃圾桶啊，光包包。第八抽，美瞳兑换券。第九抽，哦，神域之城。好，最后了，最后了，第十抽。哦，看到一个熟人，血迹树之焰啊。好，我们抽到这两个，二虎围脖，全能力加3，忽视物理防御加6。那存入奖励是物理攻击加3，生命上限加30。好，存入。那还有这个猛虎符卷，是背部的，装伤减免加4%。恐惧抵抗加10%，纯路奖励是互动加6。好，现在我的主号要来抽了，准备准备，我的第一抽。哦，血金树之焰，非常合理啊。好，我的第二抽。哦，非常好，一直给我树枝啊。我第三抽，是什么？魔力树枝，一直给我树枝是干嘛？第四抽，第五抽，哦，玩具士兵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这边会有黄金恶魔翅膀哎。第六抽，哦，碎片。第七抽，烂死了。第八抽。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啊？上古遗物材料礼盒，虎啸新春，上古遗物哎、
第九抽，第十抽了吧？几抽啦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抽了，十抽掉这些鸟东西。而且还不能交易啊，这可以交易一定很贵，半死了。这什么？神木成就的号角。哦，云霞云哦，不能自选哦，紫色的吗？好，希望我这期影片有疗愈到你们。哎，记得订阅我，拜托。以上就是我这一次抽选验转蛋虎啸新春一共46抽的抽取实况，分享给大家。有妹子在你后面，她非常火。嗯，哼，我要代替月亮消灭你，陨石术去。啊！很可惜啊，没有抽到时装，抽到了一些头饰。46抽，一件时装都抽不到，唉。剩下的转蛋次数，留到之后有看到喜欢的转蛋，再拍摄影片转给大家看。希望大家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头饰还有时装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出去，还有点赞以后请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我影片上传的最新通知。我也会不时的在单飞频道的社群里面发布一些新的消息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。那我们下一期见哦，大家拜拜。